有一架哎、欸，这个太特殊了吧！哇，我人第一次看到哎、欸，我是公关列车团的110年，10月30号，台北双机场，然后原宿一个宝可梦彩绘节，我看7点23分，我拍摄的是哇，这一架飞机，这私人喷射客机啊！在台北双机场滑行道滑行，那、啊、如果选民跟妈妈们多多给我们道歉，那自然见，拜拜。台北双机场，然后我大一大五，7点23分，自然见，拜拜。